应，好不好？老铁们，哎，好。这个猛虎散山，今天给它又复诊了一次，因为前一段时间呢，我种了这个棚里啊，怕它长不好。但是现在整个树已经开始长起来了，长起来了，我们又经过一个制作过程，变得非常的漂亮，非常的灵动啊，更有那种艺术性了。再过两个月，我把这个舍利啊，再重新制作一次啊，再制作一次，啊，把水线给它凸起来啊，该去的去，该留的留，该雕的雕，好的，希望这个能上热门。不对，你泡粉你。我的。你不要这样了，三幺零太难了。一、二、一、二，来，然后你帮我接水吧，你帮我接水，来，先扇你，你要把吃的那个捞鲜菜了，这个人，扇你，来，一、二。爸，你不要那个猪，猪上来。